就是一个随便一个动作都能让王那个波变成王昏君。昨天说了一些自己很漂亮什么都拿不了，再重来就好。会尽力拍燃烧，就是飞过火的刀，像风好狠擦掉，有点亮相信别笑。有多少挫败不重要，姿态中正好，立正站出鞘。We are the kings, we are the kings。你哥哥在走戏时被鱼饼不小心喷到了口水，然后就跑过去跟弟弟告状。弟弟哄他，看着撒娇的样子。被助理吃了零食，也跟弟弟告状。赶紧往锅贴垫上，三颗，吃了两颗，三颗，三颗，对，三个秧，对，三颗就没了。我只吃了三颗，然后一包没了。真是个爱告状的小朋友，腿麻了也要撒娇娇。这立马伸出的手要不要这么宠啊？